体报道，正在法国的前总统蔡英文在欧洲行结束之后，预计几周之内将要到访美国。那么美国的媒体报道就指出，蔡英文在结束访欧行程之后将会访问美国，而且还提到，如果蔡英文在美选之后以及总统就职前抵达，可能会吸引总统当选人寻求跟他会晤，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。不过选战的紧张气氛也可能让脆弱的美中关系带来变数。